《食粥旅人》是一款别出心裁的平台解谜游戏，玩家将成为一名导演，透过操作时间轴来改变各个物件的移动时机，替主角开出一条康庄大道，想办法让他抵达终点。在每个关卡中，无论是何时前进、何时跳跃，所有的一切都将由你一手编排。并且随着关卡的推进，场上还会出现许多固定的陷阱，像是固定凸起的尖刺，或是持续射击的炮台，请透过一次次的微调和精心编排，让主角顺利通关吧。